人对一切，嘛是理想的所在。想要知影生活中的大小事，家己话相关的事事行行。人一个生活无死人，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。生活五四三，空中为好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平安就是好，在对着台湾经历了一礼拜，小林说，因两个正大的地动了后，那是当大家平安的过日子，这才是上界幸福的代志。因为伫咧这当下过吼，一礼拜拜两礼拜，小林说，两个发生伫咧大动千层的地动，规模拢正大啦吼。就是这里是六点四，另外一个是六点半嘛吼。六点半是发生伫个礼拜，也就是发生伫个六点四了后，所以伫个专家大人咪讲，六点四才叫最前阵，就是伫个发生最后地动，前程三米一个凌乱的时候哦。当然对于行动地带或者这个所在民众来讲，因为咱最算是地动的环境嘛，那有这个短暂的因素。咱大概为细汉时到大汉，咱绝对不经历过大大细细这个地动了吼，只是讲大部分的有感地动，只是暂时和咱受创这个念对不？那是讲会当造成着灾情的这种，比如讲九二一的地动当然是真罕见嘛，所以经常咱就会有一个专家的。哇，这个地震有时可以能量小可是红淡薄，其实这是好事嘛。但是等到讲有时阵嘛，大家发现讲，今年平均的这个地震的数量比较往年较少的时，但等都会烦恼着哇，咱的土下底的地震的能量的对象，到底是不是爆发着一个更加可怕的地震呢？不过现在科技的进步，让咱会当有手地震的时间，恐惊目前敢那短短几十秒钟的时间尔。有时地震若发生伫咧半暝，咱咧困的时，咱要安怎来应用？若拄着地震，有时因为咱上过头紧张着无，还是讲无够冷静，等到会造成一寡意。